Hello, Chelsea. 今日咧个故事就系讲呢只大猩猩刮鼻屎，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呢？我哋一齐入去望下啦。行到嚟森林嗰度，听到有把声，佢就讲太闷啦，做啲咩好呢？究竟边个喺度讲紧嘢呢？我哋再行入去望下先。咦，原来是大猩猩啊！睇下喺度做咩先。我喺度做咩？睇嚟都仲未知喎。我哋再同大猩猩呢一齐去睇下咯喎。入到嚟森林里面，啲马骝仔呢喺度爬树，跳啊跳，跳啊跳。但是大猩猩佢又喺度做咩呢？哎呀，啲鼻屎呢塞到我个鼻里面，满满的好多好多鼻屎喺里面啊！所以我觉得呢个荡千秋一啲都唔好玩啊！系喎，你睇佢都唔笑嘅，只系挂住喺度撩鼻屎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猩猩开心啲呢？好啦，我哋咧一齐出到嚟大海，突然之间喺后边，哇！有只鳄鱼喺度喎。唉，大猩猩佢就讲啦：我唔惊你噶，而家咧我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啲鼻屎啊！唉，鳄鱼啊，鳄鱼！你冇鼻屎就好啦。咩话？你有烦恼？究竟你有啲咩烦恼啊？哦，原来你烦恼紧你只蛀牙。系啊，原来鳄鱼咧，佢只蛀牙咧，令到佢流晒眼泪，好痛，好辛苦啊！啊，大家都有唔同嘅烦恼添。就是这样，大猩猩他一路撩鼻屎，一路行啊行，行啊行，行到去马路那里，哇，大塞车啊！所有的人呢都望着，哇，为什么有只大猩猩在这里，在这里撩鼻屎的？但大猩猩呢，他就一路撩，一路拗住个头，就很烦恼，说鼻屎啊鼻屎，好烦啊！咦，但是我又去了哪里啊？这里是哪里来的？哎呀，大猩猩呢就因为这样撩鼻屎被人捉住了，而他都说啊，在这条街连撩个鼻屎都会被人拉的。哎呀，究竟拉了他会去哪里呢？正当他在想的时候，外面有很多市民呢就望着他了。他呢点解咁奇怪嘅？有只大猩猩喺度撩鼻屎嘅，哇，咁搞笑嘅。大家咧都即刻攞部相机出嚟影低佢啦，拍片啦，睇下又会发生啲咩事啦。就系咁，大猩猩咧，佢一路撩鼻屎实在太搞笑啦，大家就将佢摆咗喺博物馆度俾人做睇啦。啲人就问啦：你问我想依家点啊？好烦啊！而家咧就系、是、个鼻屎塞住咗我个鼻咧，成为咗好严重嘅问题啊！我就每日好想撩啊撩，将佢撩出嚟。系啊，我只手已经伸咗入边好耐啦。就系咁，因为大猩猩佢一路撩鼻屎呢个动作实在太搞笑、太吸引人啦，佢就变咗一个明星。啲人咧揾佢去拍电影啦。拍广告啦，哇，仲一齐咧行红地毯，但系，大猩猩咧继续撩住个鼻屎，仲因为件衫咧好逼好逼，令到佢咧撩鼻屎撩得咧好唔方便，好唔舒服啊！佢继续挂住撩啊撩，撩啊撩，就系咁，大猩猩咧做咗个明星啦，
佢有属于自己嘅私人泳池啦，有间大屋啦，哇，又有咧自己嘅管家去服侍佢。但系佢就讲啦，唉，而家我有名气，又有好多钱，又有咩用啊？我啲鼻屎啊，越嚟越多，仲越嚟越入，越嚟越深添啊！咩啊？你好羡慕我？咧，我先羡慕你啊，因为我羡慕你哋咧有个好畅通嘅鼻孔，可以咧呼吸啊。就连大猩猩咧去拍拖嘅时候咧，都有人同佢讲：，哇，你撩鼻屎嘅样咧系好吸引我噶。就去到咧佢哋结婚要宣誓嘅时候，牧师就问佢啦。新郎哥，你是不是一生一世呢都爱住你的新娘的？就好像你撩鼻屎那样。哎呀，弊了，牧师发现他讲错嘢了。就是因为呢，他我面前呢撩鼻屎搞到我讲错嘢。哎呀，最衰都是啲鼻屎啦，哎呀，讲错嘢了。但是呢啲宾客呢觉得好搞笑，点解会咁样嘅？之后呢到佢哋啊结咗婚啦，有小朋友，食饭嘅时候佢都继续撩鼻屎。而佢嘅太太终于忍唔住啦，就同佢讲：大猩猩啊，大猩猩，喺餐桌前面都系撩鼻屎，哎呀，你唔好再撩啦，我顶你唔顺啦。係呀係呀，因为呢真係好唔卫生㗎，好污糟啊。而我哋嘅小猩猩呢都学咗大猩猩咁样一路撩住鼻屎喎。而喺呢个时候，大猩猩呢就同佢个仔讲啦：，唉，如果可以撩走晒啲鼻屎，你话几幸福呢？係咪？唉，点样先可以撩走晒啲鼻屎呢？正当佢个仔想讲嘅时候，有隻乌蝇就喺度讲啦：哎呀，喺度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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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吸咗入佢哋个鼻里面喎。而一个哈啾，小猩猩咧就将嚿鼻屎渗咗出嚟啦，连大猩猩都呆咗。哇，点解可以咁嘅？就系咁。小猩猩呢就即刻帮爸爸諗咗一个好方法，佢捉咗好多好多嘅苍蝇喺个袋里面，然后俾爸爸一下吸晒啲乌蝇入去，然后啾，将积聚咗好耐嘅大鼻屎渗咗出嚟啦。哇，个鼻屎塞住咗喺个鼻孔里面咁耐，真係好辛苦啊。而呢下渗咗出嚟之后，佢就非常之开心啦。佢即刻好开心咁流晒眼泪。阿仔阿仔，多谢你啊！乌蝇乌蝇，我唔会忘记你噶，全靠你哋，我依家先至可以过一个咁开心嘅日子，咁美好嘅世界啊！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！正当呢大猩猩个鼻哥唔再俾鼻屎塞住嘅时候，佢又突然之间撩住隻耳仔就话啦：点解而家轮到隻耳仔好痕嘅？好啦，今日呢就係讲我哋呢隻大猩猩俾啲鼻屎塞住咗啦，令到佢好苦恼好苦恼嘅时候啦，又諗咗啲唔同嘅方法啦。你哋又有冇试过好似大猩猩咁样个鼻有嘢俾嘢塞住好唔舒服？定是去到最后好像他这样隻耳仔有些东西塞住令到你不舒服呢？究竟有些什么会令到你很不舒服的？你又可以呢下次见面的时候告诉我们知道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去到这里啦，拜拜。